我是旺，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进行阿白白传说。上一集我们做了这个循环模组的电风扇，它可以把实体推得又高又远。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想说用这个电风扇来做一个脱老师衣服自动化工厂，但汪汪失败了，所以汪汪只好手动自己来帮老师脱衣服了。汪汪就把所有的法师衣服都收集完毕了。那除此之外，还获得一些很奇葩的法杖哈，就比如说这个有大师级法术的基础法杖，跟一个应该是拥有的大师级法术，但我们还不知道它是什么的进阶法杖。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吧，先来看一下这个基础法杖是不是真的可以使用大师法术哈。来，我召唤雷神之锤了哟，所以这个法杖它虽然有绑雷神之锤，但是它因为它是基础法杖，所以不能用的样子哈。那这个进阶法杖的话，冰风暴帅，这个是大师级法术吗？还是怎样？冰风暴好帅好帅的感觉哦！啊，我被自己卷到里面去了。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这一集吧。上一集我们有说我们要来帮我们的这些法袍做一个好的展示区嘛，但在那之前呢，汪想先来做一点法术模组的装饰类方块。我们来 JILEVEL 打上小老鼠 ELE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法术模组。我想要来制作这些魔法水晶方块，以及他们的符文石，还有符文石座。来看一下他们的方法啊。这个水晶方块呢，就是9个水晶在一起，它是最贵的方块。还有就是符文石啊，它只要一个就好，而且一个就可以做出8个来，十分划算。接下来就是这个符文石座了，这个东西我们还没看过哈，这个要在大法超祭坛它才会出现啊。我们玩家也可以自己制作，只要石头跟4个水晶就可以了。那要获得我们不同元素水晶的方法的话，我们就要获得我们的基础法杖来把它分解掉，这是最快的途径哈。那我们已经有这些卖法杖卖的很便宜的老师，我们就把它召唤出来吧。先来召唤一个火的跟冰的，就可以看到它会卖一些基础法杖在这边哈。那在买这些基础法杖之前，我想再来跟各位分享一些我获得的跟法师交易的心得哈。就一开始开法师的时候，它只会有4个交易选项，而它所有的交易选项应该会有1、2、3、4、5、6、7、8、9、10、11，再加上第一个的话，就是有12个交易选项。要开它所有的交易选项的话，我们可以来做这个魔法书。那它只需要4个水晶加1本书就可以完成了，它会送我们5个魔法水晶，我们就可以这样交易一次，它就会开一个选项，然后再到另一个法师交易一次，再开一个选项，然后它这边就会恢复了。我们可以就这样很快速的把12个交易选项都通通打开来，这是一个比较快的方法哈，只需要做我们的普通魔法书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买这个基础法杖的一些小技巧哈。我们先把金根还有魔法水晶放上去。汪发现我之前买魔法杖的时候买的方法错了，我都是直接把它点下来。这个时候呢，我们买到的法杖它是没有法力的，我们必须要压住 Shift 再点它一下。这时候买到的法杖会是满魔法法力的，我们就可以我把我的金丢出去了，没关系，等一下再捡好了。我们就可以来去我们的分解机那边看一下哈，来到楼下来这边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分解机。刚刚我直接拿下来的这个法杖它是不能分解的啊，我需要稍微开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对，它不能分解，它分解下来还是原来的法杖，必须要这个法力全满的法杖才可以分解成魔法水晶，所以这一点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都讲解完毕，我们就来大采购一波吧。来，这个是冰的法杖 ，Shift 按下去，滑鼠连点，只买到4个啊，没关系啊，之后可以买很多。那这个法师他虽然不是雷法师，但是他有卖很便宜的雷法杖哦，酷哦，来多买一点雷法杖哦，好多好多的雷法杖，接下来有什么法杖的都给他买一买啊。假设都买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法术研究间那边啊，直接传送就好啦。汪汪就在这边放满了很多很多的法杖，因为这个要一直一个一个把它点上去的话，其实也是挺麻烦的。我们就在这边放一个漏斗啊，使用我们循环模组的这一个活塞魔杖，稍微来给它拉一下，拉到了，那它就会自己分解喽。上面还会有这个在分解什么东西的小动画，换不同法杖分解的话，就会变成不同的小动画，我们就可以获得超级多的魔法水晶了。汪就花了一点时间把这些魔法水晶通通生产出一组出来了哟。那这边汪必须要事先嘴一下，因为一定会有云玩家以为汪这集在划水，这个玩意儿它是我们这个伺服器当中最贵的矿物，它到底有多贵呢？首先，这玩意它没有 ENC 嘛，所以不能用等价交换直接掏出来。再接下来，我们魔法模组里面只有一种矿物叫水晶矿，而这个水晶矿呢，它不会生产这一些矿物，所以这玩意不能在地表直接挖到。那正常来说，我们要怎么获得这些魔法水晶呢？我们必须在地表上找到那些牢笼宝箱或者是奖励宝箱，它会有机会开到这些魔法水晶，而且几率很低，开到也只会出现一两个，所以这玩意儿有一组是多么难得的事情啊！我们前面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们必须先在地表上找到一个魔法老师，用中介接口的灵魂瓶子把它装起来，用灵魂绑地器把它变成破损的烧怪龙。那这破损的烧怪龙，我们还不能直接用，我们搭配一下我们的龙族科技来把它变成这种可以生产起来比较方便的这个稳定的生怪砖，就可以生产出魔法老师了。我们必须再从这些魔法老师当中挑出一些会卖法杖卖的比较便宜的这种魔法老师，还需要搭配金锭或者是绿宝石，所以还需要搭配我们的等价交换模组，无限的生产出这些黄金啊！我不小心把它喷出来了。这边再强调一下，它必须是要卖基础法杖才行，因为只有我们的基础法杖它分解回去才会出现这个火焰水晶，而像我们的学徒法杖啊，或者是进阶法杖跟大师法杖，他们倒回去，他们是没有办法获得魔法水晶的。可以稍微给他们看一下那个它倒回去的过程。我们拿一个进阶法杖回到我们的分解魔床那边去哈，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它分解成两个了，它怎么分解成两个了？哇，好酷哦！我有两个法杖嘞，酷哦！哦，各位，刚刚是意外，它显示上 bug， 我把它拿出来之后呢，它就只会生产一个了。我不知道刚刚那是什么 bug， 它是显示上的 bug， 所以我刚掏下来的时候，它就变回只有一个法杖了。所以我们这个进阶法杖，它拿去分解是没啥用的啊，我们必须是要基础法杖。对，经过了这么多流程，我们才可以自然的生产出这些魔法水晶。看，超级难得的，我们把它拿去做一下我们的装饰品吧。来复习一下这些方块的做法。首先是砖的，它就是9个一个，然后是符文石的就通通给大家看过一遍。符文石比较便宜啊，一做就8个，还不错哦。接下来就是符文石座，这个是大祭坛才会有的东西，它一做是2个，也不赖啦。那我们就汪汪通通整理好啦，来给各位稍微看一下吧。先从最贵的这个魔法水晶本身开始看起哈，它会像这个样子。那我们再它会直接掏出来给我们用但是我想要按照它的那个魔法顺序来摆它出来啊。这个一块就是9个魔法水晶啦，有够贵的。我们可以考虑来把这个圣光的好漂亮，我们可以来把盔甲座放在上面，就可以来展示我们的这些上级获得的那些法袍。那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些符文石的，我先来摆一下哈。符文石本身的话，摆设起来就没那么漂亮了，跟它放置的坐标有关系哈。像这个寒冰的符文石，它有点可怜，它放的坐标就是它这一面通通都不会有符文展现出来。我们来看一下它背面，哇，它背面也没有符文展现出来，太水小了吧？那就这玩意要大面积铺设才会好看嘛，所以我们到时候可以考虑把我们这个高级仓库的墙壁通通改成符文石，这样有一些符文显现出来，应该会还蛮漂亮的。那稍微来看一下哈，相同的坐标摆设符文的面应该都会一样，就比如说这个雷电的面呐，它摆出来应该就会一直都是这个面。我们摆上不同的符文的话，就会是它掉到哪里去了？掉到这边去了。你真淘气，它就会固定在这一个面，会有符文这个样子啊。这是一个比较难搞的建材。那这个冰的符文完全被埋起来吗？稍微看一下符文在哪里哦，在这边啊，真可怜。接下来就是这个符文石座的部分，我们先把这些东西收起来吧。好，重头戏，我们的符文石座，我们来放。嗨，你好，哇，你鞋好厚哦，他是坏法师哇，放符文之桌会出现坏法师哎、欸！等等，他们在打架是不是？啊，好，我们让他们打。哎，他会被镜子火把推到。嗯，我必须要拿点武器，对不对？我应该要应战一下，不然他们在我们家打起来会不会闹出什么花样来？我都不知道的。嗯，看一下，拿个大天使的惩戒，然后来开始开启我们的华府连点。耶！他们真的会飞嘞！你这边火焰法师了耶！哦，他飞到哪里去了？哎，所以这玩意儿他挖掉会不会不见啊？他会生怪的话，哎，来挖一下哈。哦，我好像可以回收它哎，但是我放它出来的话，它会哦，它要生出法师来嘞。哎，我们可以无限生产坏法师哎，好酷哦！啊，好暗，我看不到了，酷哦！我获得了正义使者的成就，打败一个邪恶法师。我家到处都是邪恶法师，打死你们，打死你们，射死你们，射死你们！啊，我射到我自己了。 哎、欸、哇！法师天空打架，好厉害！射你们，射你们，射你们！我是正义使者，射爆！这玩意儿太危险，我们不要在家里放这个建材。来外面这边看一下哈，先放一个火的这个符文石哈，它底部会不会有什么造型啊？底部没有，就是旁边这个左右边会有，顶部也没有，那会生产出这些邪恶法师来。我们先来把它杀掉。 一下，看到了，他现在血比较少了，我可以来看看他有没有机会掉衣服哈。哦，他会掉这个魔法水晶哈。来，我再杀一点点，来，而且他有时候会发射一些感觉会那个伤害到我们家园的这些魔法，而且把这些法术邪恶法师召唤出来的话，还会有这种屏障挡住我们的去路，我们必须要杀死他之后，我们才可以出去。哇，这个建材也太机车了吧！来，我再把他们敲死哈，来砍一下，会一定会掉这个魔法水晶哈，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机制来召唤很多很多的魔法水晶出来，新的魔法水晶生产机制，酷！那我再砍他一下下哈，来，死吧死吧！他还有机会掉这个魔法书，那这个魔法书感觉目前没有看到特别好的，就哦，他会喷龙息哎，我可以装吗？我看一下哈，我来弄个玻璃瓶，玻璃有吗？ 玻璃，我又不小心打成玻璃了。来，我装一下哈。来，龙息，不装白不装啊，没有了是不是？来不及了。那再来看一下哈，这是冰的啊，会召唤冰法师，还有雷的会召唤雷法师。 暗的会召唤暗法师，各种坏法师都出现了哦，还会召唤术哎，天哪哦，等，他们召唤出一些什么哦，神仙打架，天哪，看一下哈，让我介绍完地的法师，还有神秘学的法师，走开，神秘学的还有神圣的法师哦。 各种坏法师齐聚一堂了！哦，不要把我召唤到奇怪的地方去！来，我射爆他们一波！天哪，各种坏法师都出来了！上面还有苦力怕，先把苦力怕干掉，不然这边会都是火焰。哦，开始有点 lag 了哟！哦，太多法术了！神仙打架，看我用剑矢射死你们！哦，对，太多怪物了！ 伺服器要爆炸啦！哦，它飞上去了！哎呀！我先用镜子火把一下。哦，天哪！来，射爆你们！哎，还有蜘蛛网召唤术。这个蜘蛛网的话，我们应该是没办法挖掘的。这个蜘蛛网超硬的，我后来有试过了。来看一下哈，这个摧毁碎石没办法破坏这个蜘蛛网。哎，可以哎。那这个十字镐不能挖，它要挖超久的时间的。哦！走开！我们再拿个黑洞戒指，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来收集他们的掉落物。呜！射死你！呜！走开！血超厚哎，这些坏法师。哦，300多血的。哎呦，你还跑地底下去，还隐形的，还有你。 哦，都给我去吧！哦，这个屏障还会让我蹦蹦跳跳的，我看一下，我还有封锁10秒，不杀死法师就会封锁一直存在着。冰法师给我去死！哦哦哦，旁边各种都是地表哎、欸！来来来来来，杀死你，杀死你！不杀死他们之后，我就真的没办法出去哎、欸！走开，走开，去死！还有那边那个，你是什么？你是雷法师是不是？雷法师走开！哇，他还可以跑到这个封锁屏在外面去哎、欸！ 如果我没有远程手段的话，我没办法消除他们。看一下，我这个封锁还存在哎、欸，还有哪些法师哎、欸、不搞定？还是说我可以用这个中介之书让自己出去？我尝试用中介之书出去一下哈。哦，不行，这个中介之书还没办法挡住这些哦。他不让我传送哎、欸，哇，这太嚣张了吧！我去地底看一下他们都在哪里哈。哇哦，看看他们，心连心，射死你，射死你，你也一样。 没人可以逃出汪汪的箭矢啊！好好，他对我发出了神奇光波了，但神奇光波对我没有用，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是无敌状态的。这样子，哦哦，终于所有邪恶法师都死掉了，这封锁开始在解除了。哦，天哪！我们先回到刚刚那个很棒的测试区那边去。哦，天哪！这个连中介之书的传送之术都没办法抵挡这个该死的封锁屏障。哎，我开始看到一些破图了。 被我玩到破图了，哦天哪！那我觉得今天先这个样子啊，我们稍微给大家看到法术模组所有的建材了。那下一集的话，可能会看到我再把这些建材拿去装饰我们的仓库吧。 再来的话，就是来想办法搞定我们那些底座的部分。但在那之前，我想试试看，可不可以用这个机制来无限制造我们的魔法水晶。那今天就这个样子，感谢各位收看，拜拜！订阅汪汪，大战汪汪，捅爆铃铛，真是汪汪！觉得香香，记得分享，协助汪汪，逐渐母汤。